最后，我们来谈一谈霍布斯的历史地位，并且对他的政治理论呢给出一些评价。霍布斯敏锐地把握住了现代政治的脉搏。我们知道，现代政治是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状态脱胎而来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政治权力在大大小小的贵族之间高度分割。啊，国王呢，他只是最大的那个贵族，但他并不能够垄断。 全部的司法权利和军事权利，因而他也就无力在王国内部去维持一个稳定的和平和统一的秩序。第二个特征呢是王权与教权在世俗和精神领域激烈的争权夺利，特别是中世纪末期宗教改革以来，由教义之争引发的宗教战争连绵不绝，政治秩序屡遭颠覆，生灵涂炭。 啊，人民苦不堪言。霍布斯的绝对主义主权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来的。一六五一年，英文版《利维坦》它的封面有一幅著名的、富有深刻内涵的寓意画。画面的上半部分是一个主权者的形象啊，他头戴王冠，左手持杖啊，这个杖就是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的权杖。 右手呢执剑，这个剑啊是象征着最高的军事和政治权力的。这个形象呢预示着他已经把最高的世俗和精神权力都抓在了手中。而这个主权者的身体躯干是由千千万万的臣民组成的，他们都仰视着主权者，做出一个敬拜的姿态，在主权者的身下。 是山川河流、城市乡村，它们代表了王国的物质实体。这是画面的上半部分啊，在画面的下半部分呢，在主权者的这个利剑的下方，有一组小图，分别是城堡、贵族的头冠、大炮、火枪和交战的场景啊，就战争的场景。那么这些小图呢，它们象征着封建贵族。 是对利维坦的一个主要的威胁，主权者必须用利剑来去消除这种威胁，把贵族们的军事政治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在主权者的权杖下方啊，也有一组小图，那么它们分别是教堂、教室的头冠、雷电、唇枪舌剑和宗教会议上激辩的场景啊，就是激烈辩论的场景。那么这些小图呢？ 象征着教会是对利维坦的另外一个主要威胁，所以主权者必须要成为教会的最高的领袖，有权去决定教义，从而在根本上去解决宗教纷争。如果理解了这幅封面图画的寓意，你就能抓住利维坦最核心的观点了，也就能体会到霍布斯的良苦用心。作为一个极具原创性的思想家，霍布斯无论在方法上， 还是在理论上，都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在方法论上，霍布斯用个人主义为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可以被视为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虽然把一个倡导绝对主义的霍布斯称为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这听上去啊，多少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意味。 但是呢，这个说法确实也不无道理。我们将会看到，自由主义完全继承了霍布斯式的个人主义的前提，将自我保存视为个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视为首要的自然法。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人依附于自然和秩序的传统自然法的观念。正是从霍布斯那里。 传统的自然法实现了向现代自然权利观念的转变，权利变成了首要的，权利优先于义务，国家产生于个人之间的契约，因此呢，个人在逻辑上优先于国家，个人成为目的，国家只是工具，国家要为个人权利得到更好的实现来服务，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都是从霍布斯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在理论上，霍布斯首次系统的用社会契约论的方式解释了国家的起源，对后来的国家学说影响深远。虽然在他之前，格老修斯曾经阐述过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啊，阿尔斯修斯呢使用过契约论，但是他们都没有像霍布斯这样赋予它完整的结构、精确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成为此后许多政治思想家的理论起点。无论是支持君主专制的普芬道夫，还是主张自由主义的洛克、斯宾诺莎，或者啊激进民主主义者卢梭，不管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霍布斯的结论，都无法绕过他的社会契约论，都要说明自己接受或者拒绝他的理由。举例来说。 尽管后来的思想家大都不同意霍布斯把自然状态完全等同于战争状态啊这样一种比较极端的描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自己，比如说洛克和卢梭，他们的自然状态分析最后总还是要落到某种战争状态上去，不然呢就不能得出走出自然状态建立国家的必要性。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 霍布斯理论的无可替代性，社会契约论的分析传统虽然一度衰落了，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又随着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热烈讨论而得到了复兴，显示了其不竭的生命力。当然，霍布斯呢也有明显的局限性。霍布斯强调主权者的权力必须是绝对不可分割的，他显然无法想象像美国这样的把主权横向三分啊，立法、行政、司法。 纵向两分，联邦主权、州主权，那么这样一种限制安排竟然可以造就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此外呢，霍布斯认为自己已经完美的证明了主权者必须掌握绝对权威的理论根据啊。他说：“自然状态是最可怕的状态，只有主权者掌握绝对权力的时候，才能防止我们退回到自然状态。”然而，虽然在自然状态当中，我要面对。 无数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个人，这使我身处险境。但这些明名暗的对手，他们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比较有限的。相比之下呢，在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国家当中，我虽然只需要面对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个体，那他的就是主权者了。然而，这个主权者却是利维坦一般的巨兽啊，他无比的强大。如果他想要侵害我的话， 那我只能啊，束手待毙。我在拥有绝对权力的主权者统治下的生活，真的比我在自然状态之下的生活更安全吗？洛克就这样批评霍布斯。洛克说：“这就是认为人类竟如此愚蠢，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 关于霍布斯，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课呢，我们会讲洛克，还会把洛克的理论与霍布斯的理论进行比较。